吃大餐了。烤肩大餐呢？打他吧！打呗，留他干啥？过来。那他现在在哪里？大餐大餐，死了死了，就他一个。三号，走过三号。这里有一对开车翻了四号，在你脸上。他们停了吗？停了，四号楼下了。我操！上楼底下。快点快点啊，死完了。太远了，打不到。快走，快走，站那里。哎，我这有信号枪，咱要车还是要装备呀？车吧，肯定车。这个，啊，有人跳，有人跳跳，就一个。四号小心啊！
开车跑的应该是。这支线圈谁要？我给你们吧。刷一下吗？给我吧。你是几号啊？三号。我来找你。哎，我们屁股是有人吧？来来，进房子，进房子。啊，信号枪，你信号枪你拿着吧，我不要。我这是信号枪。找背包装不下了。啊，这个拉路透了。这谁一直在开车吗？应该是装甲车。嗯。要死的那里有一个，快点的有一个，你们先进圈吧，先进圈，要不然进不去。他不是打了空投吗？有车吗？不知道啊，我怎么没看到啊？走吧，没车。他打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车，怎么打？怎么有车？要被别人打了。走吧，走吧，圈来了。别管他，赶紧进圈。你就走，直接走，别打了，这个毒你扛不住。无气无气，直接跑。那都在进圈啊。别打了，一号，这不是，那四号进不去了，进不去啊，没打饮料里，被人架死了，我这个位置没地方跑，主要是，好了，架不上了。